哪种做法怀孕几率较高？试管婴儿和人工受孕，何者的怀孕几率是比较高的？试管婴儿，你有咨询过吗？有啊，因为人工受孕很难呢。我也是做试管婴儿的，我就是直接跟老板是直接跟医生。刚才应该不是说溜嘴了吧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